豆腐做的丸子馋哭了隔壁老王家。五毛的豆腐把它压碎，放韭菜、香菇丁、火腿丁，一个老王家的母鸡蛋，再放两勺面粉、一勺淀粉、十三香、盐、毛油、香油，搅拌均匀，用丸子神器压成丸子。放锅中五成油温，小火慢炸。老王家闻到香味就可以出锅了，全家人都爱吃。